爆放挑战啊，什么什么火，一百秒怎么了？有没有听说过爆放挑战？我先这么说一遍，小红花，倒放给你听，倒放啊，红花喜，学一遍啊，红花喜，然后再把你学的倒放还原，还原中小红花，然后你猜我说的到底是啥？百因必有果，好过瘾呀！好过瘾呀！百因必有果，百因必有果，是不是？该我了，耳机我戴。叫叫，你真瘦。好了好了，我是女孩才，我是女孩才，这像日语，像德语，我是女孩才。啥玩意儿？小小银兽，头两个肯定是角角，角角很重，不是小小银兽，怎么听怎么是小小银兽，跟银兽完全没有关系。角角真瘦，角角真瘦，哎呀，这么爱拍马屁呢？我去叫他，等一下啊。伊迪斯尼瓜手努哈才。小撒红锅上品距离，这其实还行。小撒红锅上品距离，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弟兄们，看见了你的心声。小撒红锅上品距离，小周最近啊会发很多这种一百秒的 vlog 啊，这样你们就能几乎天天看见我了。明天也别忘了来看小周。